让秋前的 rap 跟着我们一起来，四个动作好，记得 ，come on， 五、六、七 ，go，come on， 六 ，let's go， 跟上速度啊，跟上速度，听到了吗？那大对，五、六、七，换 ，go，come on， 抬腿挺胸。不要弯腰，抬头挺胸收腹，腿抬高 ，Go Go， 跟上来，刚进来的也可以跟着我们一起练，节奏比较快，先暖身，跟着我们一起，全身燃脂，全身雕塑 ，Come on， 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换 Go， 腰间赘肉 ，Come on， 咔咔让它掉。够夹它，人鱼线、马甲线，就这块肌练起来。Come on， 脚别这么踢，不要这么踢，踢起来。对，跟上节奏，全身燃脂。Come on， 哦 ，Yeah Yeah， 五六交换，左脚 ，Come on， 跟上，五十万人跟着我们一起，全身燃脂。Come on， 够这个光够。Yeah, yeah. 芒果 Come on 五六交换低低 Come on 对不要中间走 Come on Yeah Go Go 加油 Come on 你用拍照五六七八 Come on 调整呼吸四个动作我们再来一次哈速度是这样的啊、哦，听好。我刚刚偷偷截屏，因为五十多万人跟我们一起跳。对，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七、八。Come on， 抬腿，跟着一起抬头挺胸，束腹，提气 ，Go Go Go。Go， come on， let's go， 加油，五六交换来 ，go， 腰间赘肉就这里，人鱼线、马甲线就练这块，你不练对，这样完全没有用。各位，勾起来，这样练不到那边，就要练这个肌肉，侧腹，五六交换 ，come on。节奏比较快，跟上 ，Come on！ 最后了，五、六、七、八 ，Go Go Go Go！ 呀！哇塞！呀！扭的时候千万不要这样子，因为很多人会这样做。不要这样做，这样做练的地方太少。我要让大家稍微微蹲往后，蹲也不要这样蹲，很难看。你要蹲这样子，然后扭的时候，让你老公放下手机来看你，记得这样子就不好看，对，很难看，这样也不好看，对，要这样，这样子比较好看 ，OK， 比较好看 ，OK， 看一下有没有，对 ，OK， 差很多的，从脚有假胯宽的，屁股这边有凹陷的，都可以在这样的动作里面得以很好的改善，所以同时让你燃脂，同时让你。全身雕塑起来，简单的动作，同时间我们还有二头、三头 ，OK， 上下三个动作加在我们摇的里面，一起练起来，全身哦 ，Come on， 一起哦。刚才手会带你，别急，我没有马上要弄手，你只要跟着我摇就行了，节奏，开心的音乐，对，很好，一起 ，Come on。哦耶，摇对，摇熟练，对，摇到你不用想它，它都一直在摇，对 ，come on， 哦耶， oh, yeah. 我站那么远你也摸到我，对 ，come on， 你手好长，走 ，come on， 来，摇起来，我们再加手，你才能跟得上 ，go， 记得帮我们设关注，领左上角的福袋，跟着我们直播间一起练起来 ，go， 走，手。哦耶，屁股摇，二头，雕塑你手背的线条，让你不会有
蝴蝶袖，拜拜袖 ，Come on， 坐，呀，跟上，呀 ，Come on， 耶，很好，呀，熟练了吗？再来，手酸了吗？别怕，愿你的蝴蝶袖要跟你说拜拜喽 ，Come on， 再一次。二头练完练三头 ，Come on， 五六九四，手肘，好，对，向外要打开，往前，练得到三头 ，Come on， 这样又是二头了，三头 ，Come on， 对，很好 ，Go， 再来一次，很好。很好，五六七八摇，待会我们要四个动作，一二三四，五六七 go， 走，三四，怎么样？你要怎么样？要从右开始 ，go， 下下上上，再来，下下上上 ，OK， 下下上上，腰挺直哦。你看我的腰，下下上上，对 ，OK， 准备二头，二头，准备，很好。如果已经跟了我们很久的姐妹们、小宝贝们，你们可以拿两罐矿泉水，加一点负重。Come on， 但会很累哦，但是当然会很有效。明天手可能抬不起来啊！如果你镜头前面是男神的，走，那你一定要拿矿泉水了。三头，哎，我们最后五个 pose 啊！那手我已经单独教过大家了，对不对 ？OK， 好不好？这样子，手已经单独教过大家了，像脚位单独教过大家了，对吗？要结合在一起，要结合在一起了。一、二。三四，手画圈，五六七八，然后一样，这不是这样拍吗？加上我们刚才的手往上，还记得吗？手往上，手往上，所以手你有记忆力，肌肉记忆力哦。所以刚才有跟着你都能跟上这四个动作，然后最后左右，对吗？然后再一个就是踢，我们就往这边，对，往这里，把这边这样拉伸，看脚底，让腰旋转，看脚底，你这个腰。腰线就会出来，即使你脂肪还有，你都会有腰，让你有曲线，你就更有信心了。先往方形的毽子操，整套告诉你，五六 ，Come on， 五六 ，One，Let's go，Go，Come on，Yeah，Go， 很好 ，Yeah， 加油，跟上了吗？脚踢，手往上，我还有，我这是什么东西？跟上了吗？耶、yeah ！这是我们现在毽子操的第一个动作，全网风行的毽子操加上手，让你不会有蝴蝶袖、拜拜袖，同时让你不要成为小富婆，还有大肚腩，再把你腰间赘肉咔咔的往下掉，好吗？一起来，五、六，准备交换了哦，下一个动作 ，Go。画圈，手画圈，你看我手，对，手画圈，跟我们刚才一样，旁边画圈，我们现在往前画圈，对，腿抬高，腰别弯，抬头挺胸，收腹提气，对，很好 ，Yeah， 左右两边赘肉，准备 ，Go， Go， 人鱼线、马甲线练出来。踢起来，踢起来，别勾脚 ，Come on， 手往上抬，五六交换，很好，左脚踢起来，加油 ，Come on，Go Go， 加油，一起 ，Yeah， 记得帮我们设关注，连左上角的福袋，小胖子加油，芥末团子加油 ，Come on， 一起来，五六。交换 ，Go， 脚底踢起来，转身 ，Come on， 很高，
如果你刚进来的话，跟着我们脚的部分就好，手可以不用跟，其他小伙伴手脚都要做标准，才能最有效的全身雕塑，全身燃脂，好吗？可以吗？五、六、七、八，再一次。待会我们四个动作再来一遍，好吗？如果你还不会，我们从头再练一次，好 ，Come on， 五、六、七、八、二，再一遍，预备，再一次 ，Come on， 很好，手抬高，脚踢起来，很棒，对，踢顺，跟上节奏，很好 ，Yeah， 很好，加油，五、六。七，换手画圈，抬腿，加油，加油，很棒。待会我们要做一个腿部的动作了，所以我们循序渐进要拉起来了，加油，你可以的，撑住，腰间赘肉，准备，五、六，交换，手抬高。大腿踢起来，很棒 ，Yeah Yeah Yeah， Go Go， 交换左脚，对 ，Oh Yeah， 哇 ，Go 来 ，Go， 加油，动作是一样的，只是加蹲，记得哈、哦，屁股向后翘，腰挺直，蹲腿的毽子操 ，OK。屁股向后翘，腰挺直，对，加油，对 ，OK， 膝盖不要往前哦 ，OK， 屁股往后，对，今天我臀腿不会这么多，所以把握机会跟上，加油，你这个可能会吓走一波人，会吓走一波人吗？你们如果不敢做的没有关系，先看就好，好不好 ？OK， 这个超燃脂，这燃烧卡路里非常有用。还有，进来一直说，怎么今天动作跟昨天一样？昨天动作跟前天一样的，我跟你讲，还真不一样。对，吐气，那他是没有常来。对，加油！有些动作当然要重复练，不重复练，你怎么能练出肌肉来？你怎么能够增肌？怎么能熟练？你有一个动作这么好跟上吗？要学很多次啊，而且要持续锻炼。打篮球一直练运球，今天练完明天就不用练了吗？那你能打好篮球才怪了呢。OK， 换脚。OK， come on， 毽子操，你要跳一辈子，你的腹部才会好，各位，才能有人鱼线、马甲线。现在我们蹲腿，同时来帮你练腹，加油，呼气。OK， 再一次，很累对不对？很累。OK， 好，我们要走前面，调整呼吸，再一次，四个动作，双腿毽子操，我们起来，准备，屁股往后哦，五、六、七 ，Go， 加油，出去。哈。这个有没有比本草纲目更累？这个不一样的累，一个是肌力累，一个是心力累。OK， 换脚，抬腿，屁股往后坐，不然你的膝盖会痛哦。膝盖如果酸就不对了，一定要是屁股酸。谢谢包小欧 ，Come on， 哦耶。OK， 侧边，腰部，劈腿，加油，很好，有毅力，撑住，啊，加油 ，Come on， 好，三次，换。加油 ，Come on，Go， 很好，黄色关注，你左右脚的不带，这个直播间绝对让你全身燃脂，全身雕塑，不浪费时间，二三十分钟
让你猜有效果。